光，创新的一触锁压先进科技，用这个锅煎鱼效果最理想。看，鱼肉外层煎得恰到好处，内层更是柔嫩多汁，要煎又厚又肥的红鱼实在挺不容易。现在有了这种独创气压锁层科技，您就可以尝到鱼的鲜美原味和所有营养了。采用这个锅煎鱼煎肉，方便又省事，只要把锅翻转就行了，没有油烟，也不会烧焦，烹煮美味又富含蛋白质的八爪鱼，完全不必加水，原汁原味的虾肉，更可口，更有益健康。您甚至可以用这个锅烹煮美味蛤肉或喇喇汤，要烧烤全鸡也非常方便。它的独创的辐射热循环科技能把鸡肉烤得恰到好处，要煎又厚又多汁的牛排可采用一个步骤的双重压力锁层功能，只要把锅加以翻转，简单又方便。煎烤孩子们所喜爱的烙饼只需几分钟，香喷喷，而且更美味可口。烹煮马铃薯更快也更美味多汁，为家人做一道速成的健康小吃，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自制的爆玉米花，试试用来烤白果，只要翻转和摇动，白果就烤熟了。要做蛋烤面包，只要把蛋和面包放入锅内，然后加以翻转，实在好吃又有益健康。用它来炒香肠，不但更快，口感也更好。你也可以把吃剩的饭做成爽口的米脆，煮青菜还能保存菜的原味和维他命。要做芝士煎蛋卷，简单又毫不费功夫，再加些饭粒就成了煎蛋卷皮塔。 Flip and cook 平底锅，现在 Flip and cook 为您带来了备有多种方便功能的新科技，不必再用双手锁合了，有了一触锁压按键和超强4000高斯磁力，一锁一用好轻松。讨厌处理烹煮之后所留下的油脂吗？现在有了创新设计的油脂滴盘，可以收集锅内的水分和油脂，下厨烹饪既清洁又省功夫。它备有三层陶瓷层结构和耐用的不粘底外层，清理时只要抹一抹就行了。是不是觉得煎鱼很费功夫呢？煎鱼的时候还得过滤所冒出的油脂、油烟和气味，其他的双重压力锅都无法兼顾这些问题，而 Flip and Cook 平底锅的独创硅氧密封垫却能解决这些问题。它运用气压锅的原理，把一切全都封合在内，无论您煮任何食物，油脂、油烟和油渍都不成问题。这个创新设计的锅能有效发挥保存热力和传热功能，有了它，您就可以欢尝食物的真正原味了。 Flip and Cook 平底锅。